终于搞定了，叶大哥，我说干嘛这么麻烦，直接住在山上就不就行了吗？我住在这里也挺好的。哎，一个人住多孤独啊！小小年纪就懂什么是孤独了。嘿，嘿嘿。 叶大哥，你来客人了。少主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我们原本奉少主之命，潜伏在天启城中，打探易姑娘的消息，静待少主。但前几日有贵人出现，助我等寻到了一个机会。 少主，你们慢慢叙旧，晚些时候再与您细说。春秋总在16年，终不见旧人言。虽有云烟，心有梦未圆。愿心心缱绻，却触不昨天。 我听到，我托你师兄一起去的。我们杀到了王府前，甚至我都打进了王府，我拼尽了全力。从天启出来之后，我就一直努力练武，这样等他的过的时候，我就去接你。等到那时候，我是不是都老了？